这块玉啊，我20多年前几乎花光了全部的积蓄买下的。哎呀，亲家母，有了这个镯子，这个婚太圆满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个镯子不值那么多价钱？你这个镯子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假货。应该有一个和证书相符的真镯子存在才对啊！难道你的镯子是被换了？啊，对，老婆，你干什么动我的镯子？是你吗？我把这个镯子交给你保管，你千万不要离手，好吗？尤其要防眼，知道吗？张欣，你也买了一个玉镯子啊？那是妈送的。这不是我那只啊，是赝品。镯子不可能是刘英偷的，别乱说话。你们结婚才多久啊？这很多事情需要深入了解，这是性质问题呀。我错了，真的，我错就错在我就是个外人。镯子什么时候还给我女儿？什么年代，你这么欺负我女儿？你这个恶婆婆！